这是我们便携的油液颗粒计数器。开机之后，这是一个测试界面，一个界面设置测试，数据校准数据，然后那个清洗。首先咱进入设置界面，然后那个时间什么的这些都好说。然后呢，最重要一点是测试设置。然后那个测试呢，一般呢我们测试三次到五次，取一个平均值。这回我们可以设置三次。然后那个郁金样呢，是因为这个管道是空的，我们刚开始呢要把这个管道充满。一般的话，这个管道呢，长短，你看这个大概15毫升左右就可以。然后测试体积呢，一般呢选5毫升或10毫升都可以。然后那个，其他的你看一下各个界面，然后那个直接点确认就可以。然后那个进入第二项测试，有在线测试跟离线测试。在线测试呢是连带管道中进行测试，离线测试呢是取样，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方式，然后那个把油样呢放在瓶子里面进行取样测试。然后那个标准测试跟自定义测试，一般的话就是根据标准进行检测。然后那个你选择相应的标准 NAS 1638军标，还有 ISO SAE Ghost 这些常见的标准，我们选择相应的标准直接点测试就可以了。现在是一个郁金样的过程，就是先让油液把管道充满。这边有一个状态的一个显示，标准选的是什么标准，测试的体积是多少，测试次数都有一个显示。现在开始正式的第一次测试，就是郁金样已经完成了。然后直接打印。我这是测试了一次，直接就可以打印它的那个测试结果。测试了一次，然后平均值，然后污染度等级都有一个显示，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返回，然后进入。测试完成之后，咱进入主界面，然后底下有一个清洗，点清洗，然后先排空，然后那个油液界面，离开，然后点排空，先把管道里的油液排除掉。排空掉之后你返回，然后那个进入清洗，这样的话选择石油醚作为清洗剂，直接把这个管道伸到石油醚里面进行。比如说选择次数，一般根据油液的粘度比较高比较脏，你可以选择5、6次或7、8次，一般的话比较干净的你可以选择3次，直接点清洗就可以了。清洗完之后把这个石油醚再把它排空就可以了。